发生疫情的地区要以快制快开展疫情处置，准确划分风险区域，有序组织核酸检测，有效管控风险人员，严格规范隔离工作，确保属地、部门、单位、个人四方责任落实到位，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。要持续整治层层加码，该管住的要坚决管住，该取消的要坚决取消，该落实的要落实到位，保障好疫情处置期间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。